宝宝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 DFG 的头盔。这款头盔是我们店铺经典的双镜片款式的半盔。头盔里面有一个像墨镜一样的短镜，可以收缩自如，而且还可以防晒防强光。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收缩在头盔里。我们这款头盔一共有四个样式，一种是纯色的高光漆面的，一种是磨砂漆面的，一种是带花纹图案的，还有一种是带围脖的。带围脖的头盔，围脖是可以随时拆卸的，有拉链，操作起来简单方便。头盔顶上两边的位置是有通风口开关的，尾部也是有两道出风口，可以起到通风散热的作用。另外，头盔内部的海绵柔软保暖，也是可以随时拆卸的，男女都适合佩戴哦。